您把我保出来，花了不少钱，回头呢我再还你。不来了，赶紧回去。不是邓大哥，我还有个事儿，得求求您。什么事儿？这里边吧，还有我一兄弟，他是因为我才进来的。哦，我不能说我出去了把人家搁这儿，不合适。嗯，那是不合适。所以您帮帮忙，把他也。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哎，本山，你那兄弟叫什么名字？万成顺。谁？万成顺。万成顺。哎，这名字起得不错。邓总管，您说我这请您吃饭，您比我到的还早。本善说了，是您把我保出来的，让我来谢谢您。老贾，你把门关。哎，得嘞得嘞。坐。哎呀，咱也是老熟人了。算不上吧。嗯，咱们就是在厂里照过几回面，连招呼都没打过。没打过招呼，嗯，您可把我招呼的不轻。要不是您师父那金枪要领，我这条腿就废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有人告诉我的呀，说整个长辛店会这绝活的只有你们哥俩。要不是我给康本山面子，在牢里面我就把你废了。不信，你知道贾贵怎么死的吗？听说是犯气迷心。哎，我听说他是在牢里面被人活活勒死的。那你想怎么着呢？我想弄死你。哟，别介，我可不是您对手。我要真弄死你，在牢里面我就下手了，等不到今天。所以我觉得你得谢谢我，敬我杯酒。不乐意，行，那我就多说两句。贾贵死了，街面上的事儿啊，归我管了。那您这掌柜的呢，干不了。米斗局的贴主，你能当？贾贵能给你的，我只会比他给的更多。敬我杯酒。老话怎么说来的？一人不喝酒，俩人不赌钱。来，你坐，我也敬你一杯。从今以后，你只能听我的话，敢放肆，你懂？
咱甭再出去给我惹事儿了，成不成，祖宗？嗯，那是不赖我。回头你找那个石师傅去，好好的谢谢人家，听见没有？嗯。要不人家忙前忙后的托人，你现在能跟这儿坐着，能出来吗你？嗯。哎呦，两年前我就琢磨着，这院子迟早他得姓邓。没想到这几天来的这么快啊！邓大哥，我跟您说，这院子叫邓爷，邓爷，邓爷。您把这摊事儿交给我，我一定给您办的利利骚骚的。你呢，在这儿当掌柜的，你那破杂铺啊就别要了。把他给警察局的李副官，他给我帮了不少忙。成，我听您的。在这儿当掌柜的呢，有三条死规矩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您吩咐。第一条，米酒局其他的股东是谁，别问。即便将来知道了，烂在肚子里也别说。我明白了。第二，不许和任何人说咱俩的关系。我不会轻易来这儿。但我会安排人在这盯着，你要想玩猫腻，你就给我玩。您放心，我不敢，我也不能。您是我的恩人，这话我爱听。那这样吧，米酒局呢，我占一半的股份。我那股份里呢，七成归我，那三成你得着吧。八成是您的。我有两成，我就知足了。邓爷，我谢谢您的大恩大德。懂事。分分，惊奇的找。哎哎哎！放下放下放下！嗨，这么一会儿功夫都等不了。怎么了？这日子口啊，这酒得温着喝，你良酒炸肺，对你肺可不好啊。谢谢夫人。哎呀，你说啊，嗯，你让这个万成顺儿当米斗局的贴主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首先呢，这万成顺在米斗局干过，他懂买卖，门清。可你跟他不有仇吗？没仇我还不用他呢。我攥着他的七寸呢，我稍微使点劲，他那小命就没了。他当然不会明着跟你干了。嗯。可是这人心都隔肚皮，他暗地里你能防得住他？没这两下子，我邓长同也混不到今天。我这老家巧。还能让他那小家巧给我攥喽？嗯，哎，那你跟我说说。我早就想好了，你那表妹杨宝丽不是算账的吗？那前些日子来家里玩，不是说他那铺子黄了吗？正在家天天闲着哼，把他弄来。哎，你说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我跟你说。掌柜的让万成顺干，这账咱得自己管，明白吗？长童，你可真够精的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师傅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康本山拉进来，他人缘好，干活又利索，大家都挺喜欢他的。还是得锤炼。是，他脾气大，在厂里跟卢卡斯都能干起来。这小子太能惹事儿了。您不是说过他惹的事儿不能全怪他吗？嗯。
你走，你现在就给我走。我不走，我走哪儿去呀？我得跟你学啊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是个学生，这旷课是要被开除了，两天都不见你的人影。师傅，不是我想旷课呀，我是被人家抓大牢里去了。啊啊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大黑天的，好面无人站你面前，咔吧就躺地上了。我正蒙着呢，警察来给我带走了。你说这我找谁说理去呀？好，好啊！现在你就回去收拾东西，今天开始就搬到我这儿来住，跟他们隔离。那他们要到这儿来抓我，把您不也给连累了吗？这事儿你不管，你现在赶紧回去给我收拾东西。我住您这儿，啊？您这就一张床，咱俩人睡在他喽。你想得美，就跟这儿，你给我打地铺。我就跟这儿，合着我还挺会给自个儿找地方的。你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徒弟呢？哎呦，哎哎哎，哎，我这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这让谁打的呀？这是你那好哥们顺子。顺子？为什么呀？来来来来来，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。我给衙门进粮食，他主动找我说给回扣吗？哦，我一想，这是衙门的生意，他也不是我个人的买卖啊。我就在他称分量的时候，我就睁只眼闭只眼。没想到完事了，这他就不提这茬了。我又不能在衙门口说这事儿，我只能去找他。嗯，他非但死活不认账，你看，哎呦，我打不过他。哦，你去他那杂货铺了？什么杂货铺？米斗局，人家是米斗局的贴主。顺子是米斗局的贴主，原先那个假贴主，他不是死在牢里了吗？这怎么着？他怎么给盘过来了？这小子行是长得够快的呀。这做买卖吧，他也得讲个理儿。嗯，要不这事儿？我帮帮您，你打得过他吗？哼，您啊，这儿先坐着，我让他们给您装车去。得嘞，赶紧的啊，掌柜的，快点，这等着呢，看见了吗？哎，好，掌柜的，来，哥几个快点，慢悠的啊，快点，一会儿这车得出来，慢点，慢点啊，小心台阶，小心小心，慢点慢点来。站着干嘛？倒水呀！顺子，哟，你也有今天啊！这看着了，给你搭把手。米斗局现在成掌柜的了，给你道喜了。恭喜恭喜！当了大老板，你都不说请我跟子神搓一顿，我这不还没腾出功夫来吗？再者说，这不刚是米斗局的掌柜的吗？还得长。还得高升啊！你往那儿瞧。滚蛋！别！哎哎！你生这么大气！滚！你等会儿，你别走啊！你先别走！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哎，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，他就是爱占小便宜，他那份我不会给他。再者说，我坑的是衙门的钱。姐，你消消，你消消。你别嚷嚷，你这还这么多这买主在这坐着呢。做买卖我跟你比不了，但是我就觉着呢，他这做买卖跟做人他是一样的。你甭管你赚多少钱，你图个心里踏实。你说你这买卖做的越做越宏观，你跟他置什么气呀？要不你听我一句，这样吧，钱呢，那就算了，但是你欠衙门的那些粮食，你就补给人家吧。嗯，我要是按照你这么做买卖，我得赔到姥姥家去。你就当给我个面子，
他跟我师傅是邻居，平时一直照顾我师傅呢。行，又是你师傅的邻居吧？这又是给你一个面子。嗯，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怎么能不答应你？那我就谢谢你了啊！你就是老给我找事儿。行了，那咱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。进来吧，你把这凳子也带进来啊，拿过来。这些事儿呢，我也都给你说明白了啊。人家顺子是个大气的人，顺子。什么意思？这是？你以为你拿着个擀面棍儿，你就是对手了？我这中午以为要吃饺子，我擀面皮儿。擀什么面皮？你带面了吗？就擀面皮儿啊？行了，这个钱就算了，那回扣也不是什么好事，下回也别这么干了。粮食，人家顺子答应我了，把那粮食给你，你负责给衙门送去啊。本山，你真是笨的！不是怎么着，你还不乐意啊？不啊，我这还挨的挨的少是吧？不是，我你这是不是，不是行不行啊？哥们儿佩服，我就按你说的去做啊，放心。哎，好，你说的是不是欠打？是不是欠打？哎。今儿给你们弄点新鲜玩意儿，哎呀，哎呦，白面儿，那馒头，白面馒头没见啊！哎，这是本山弄的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！是啊，啊，这是衙门里那个锄头啊，贿赂他的。哎，说起本山，我想个事儿，你们发现没有，在厂里边，本山和邓长同的关系最好，对不对？嗯，为什么咱们一开会，这邓长同老说本善的不是？哎，我也有这感觉、啊。有吗？有。哎呀，反正啊，我觉得本善是不错。嗯。嘘。自己都没事，就。哎呀，对不住，我这是来晚了。这一下班啊，这厂里好几档子事儿。哎，谢谢。人都到齐了，那咱们今天就开个小会儿啊。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叫来啊，主要是咱们商量一下咱们工会选举这个副会长的事儿。长同啊，也帮我们多出出主意。好，不管怎么选，换汤不换药。我觉得这是一次大好的机会，咱不如让工人大闹选举会场，让他们说清楚，工头扣的咱们工钱哪儿去了，怎么办？必须讨个公道。就是啊。哎，张涛。哎，好。师傅，明儿工会选副会长，候选人都有谁呀？绘图的过程当中，不要讲话。师傅，您歇会儿，也养养眼睛。你这选出来的人，他关乎到我们工人的利益呀。这候选人里边有没有工人代表呀？有工人代表，没工人代表有用吗？嗯？你能计票，还是我能计票？如果你真想知道明天谁是候选人的代表，你应该去卢卡斯的办公室看一看。还是您有办法呀。
我们担心的问题已经出现了，工人要有组织的干扰选举会场。我想请知识亲自到场，你们警察局也要派一些人过来。一个小小的工人选举，知识不会亲自出马的。警察局派人过去也不合适啊，又不是去办案。卢卡斯厂长，我看啊，这事儿还得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没想到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让我们自己解决。哎，这还真是很难办。要是我们提出的人选，工人不投票怎么办？工人兄弟们，大家都听说了吧？我们的副会长贾贵，他居然去雇凶杀人，真是丢尽了我们厂子的脸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选举出来一位新的副会长。今天的选举是通过了卢卡斯厂长、各位股东和工人兄弟们的代表们的同意，决定呢，可以有三个候选人。这三个候选人呢，由工人师傅们来推荐，把他选成呢我们新的副会长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这一次呀，要把权力交到我们工人师傅自己的手里面。大家静一静啊！下面我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的选举办法。第一呢，兄弟，心无不累。等，你真的是一个天才，我太爱你了。要我说，咱们今天唱了这一出，下面的戏就更好唱了。哎，坐，说的是。候选人还是由工人来推荐，我们在私下里做足了手脚，最后找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上来，我们把所有的麻烦事都推给他。我敢保证不出三两天他就得撂挑子。张总啊，你的这招高啊。哎呦，略施小计。来，松田，松田，没想到他们来了这么一手，让咱们措手不及。就是，咱们想好的对策一点都没用上。是啊，也当是咱们吸取了教训了。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呢，是咱们不要气馁。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人。这样，葛师傅，我觉得您在工人中的威望比较高，这事儿应该您上。我？哎，王森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算你一个吧。我？行啊。哎，常统，你觉得我合适吗？本山，你觉得这次选举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真没想到工会来了这么一出。你觉得邓长同这个人怎么样？邓长同，他呀，一直都挺照顾我的，帮了我不少忙。我也帮过他，我帮他治好了腿，
后来这不就认他当大哥了吗？其实我们俩刚认识那会儿，我也琢磨来着，你说这非亲非故的，他干嘛对我这么好呀？后来我琢磨明白了，他呀，就是想在这厂子里头多一个自个儿人，让我给他当小弟，招之即来，来之能用。他可没那么简单。嗯，他和这个马福、卢卡斯，这都是穿一条裤子。你有证据吗？选举之前，我亲耳听到的，他们仨人在卢卡斯的办公室密谋来着。要是我们提出的人选，工人不投票怎么办？不投票是小事，就怕他们借题发挥。那我们多叫几个自己的人当做候选，让他们挑。嗯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厂里拢共就500多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谁怎么回事？工人门清，这事儿不行。那邓，你还能想到什么好办法？还有啊，贺大厨跟我说，说这邓长同来。没事老和知识一块吃饭。他有这么厉害？嗯，那警察局就跟他们自个儿家开的似的。哎，别人办不到的事他能办到。本山，你告诉我的这些事儿太重要了。嗯，邓长同这人不可靠。这次康美善对咱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，只不过我们没有认清楚邓长同这个人，这事怪我。反正啊，以后这些事儿我们谨慎点就好。要不把本山拉进来？不不，你现在啊可不能拉本山。这个邓长同在，你拉本山进来，那不是等于咱们给他出卖了吗？咱们得想个办法，把邓长同甩出去。怎么过的事？我告诉你，这是觉悟，这是觉悟的问题。什么觉悟？我这副副会长我干不了。行，你先坐下，听我说。你听我说，张经理，你先坐下。哎，长同，别生气，生气。小姐，你一会儿别吵了。哎呦，这个老葛这样啊，一定是有他为难的地方。对对，你少说两句，好不好？咱们听王森说啊，你说吧。哎，听我说。这个人老葛家里的情况，我是比较了解的，确实啊。不太容易的，就是，要不这样，要不我提个人啊，换一个，对，换一个，我觉得你就长同总管吧，没事，他们家就他跟他媳妇两个人，是吧？就两个人，生活上面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对，别，你说人家干什么？我不行，我真干不了。我觉得太合适了，真的，毕竟长同。他有文化，跟上上下下都很熟。万一这个有点什么事儿，他肯定替工人说话，对不对？是，不是我当不了官儿。我觉得啊，王僧师傅的提议还是合理的。老师，你觉得呢？那你们定了，同意长同总管当副会长的追授。少说不能多说，鼓掌通过。好。你们看邓长同那张脸，哎，老师啊，不会真选上他了吧？我们就是要选上他呀。对呀，要不咱们在这忙活什么呢？啊，哎，其实我觉得毛先生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。咱们的这个工会啊，不能让他们掌握在这些资本家手里边。我觉得咱们还要有自己的工会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可以为咱们的工人兄弟们多做些事情。主要是，如果我们自己有了工会以后，我们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。嗯，对，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李大钊先生啊，在北大发动学生们捐款，每人省下一顿饭的饭钱，捐给我们长兴店的工人。是吗？真的？哎呦，这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样我们就可以办更大的夜校。让更多的兄弟姐妹们
加入进来。哎呦，这太好了，这事儿，这事儿太好了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好好。这设计真棒，叔。有了这天车，咱们得省多大劲啊！老山，这都是你设计的？我师傅设计的，我呀就跟着旁边学。但这东西要是弄出来了，绝对是给工人减轻强度最好的办法。这事儿得跟厂长说说。嗯，哎，谁去说啊，师傅？哎，本山，这设计里有你的功劳，你去说最合适啊。哎，最不适合的就是我。我上回因为那个小吊车的事儿，跟厂长差点打起来。我去，我也去。只要这个设计能让哥几个省点劲儿，大不了我装回孙子。嘿，那感情好了。嗯。民工设计的吧？没错，厂长。不光是我们车间能用，很多地方这个航吊天车都可以用上。对啊，厂长，咱们造一个吧。对呀，我们造一个吧。异想天开。如果这是在比利时，我一定会制作一台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不会。为什么呀？你们不配。你说谁不配呀？你冷静，冷静。为什么我们不配？冷静，回去。回去先好好干活。你再说一遍，谁不配？冷静啊！冷静，你别拦着我！拉回去！别拦着我！就是你们不讲鬼子配吗？无知、愚昧，你们中国人总是想赶上我们西方的工业文明，这个那是不可能的。我肯定。这个玩意儿是闽工抄袭来的，那倒不一定。能载重10吨的航吊天车，我真没见过。你既然知道没有，为什么不弄一台出来？这样的设计在比利时很有用，可是在这里，我有的是工人。他们的力气是不用花钱的，明白吗？那个卢卡斯他就是个混蛋，气死我了！你说，这个洋鬼子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明明是好事儿，就听不进去。哎呀，这事儿啊，早就有人算出来了，资本家就不会采用这个航吊。谁呀？您看啊。这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钱是3块大洋，您那个天车造一辆要3万块大洋。一个车间里边呢是20个工人，那一个月就是60块大洋，一年的生产成本是720块大洋。这3万块大洋，够发给工人41年的了。哎呦，那这资本家，他愿意用这些钱来制造一台设备吗？嗯，所以说，咱们必须要成立咱们自己的工会，把工人兄弟姐妹团结起来，和资本家对着干。对呀，干得对，干得对，干得对，说得太对了。1921年7月1日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，给黑暗中的中国带来了曙光。兄弟们，我们要感谢北大师生的捐款。我宣布，劳动补习班今天正式开课。下面我说点具体的啊。从今天开始，老哥，哎，王三，嗯。你们俩负责机车厂，行了，没问题。石军，哎，老爷，嗯，
你们两个负责机务段。行，没问题。吴世居同志呢，是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员。李大钊先生来信了，告诉我们，从今天开始，吴世居同志任我们的小组长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所有的事情呢，必须要经过吴世居同志。好。各位工人师傅们，我简单说两句啊。第一呢，首先要恭喜大家，咱们长兴店的工会成立了，从今往后咱们有了自己的组织。哎呀，太好了啊！第二，我还只是一个学生，虽然在长兴店是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但是在实践经验方面那是远远不足的，今后还要请各位师傅们多多提点。哎呀，没。李大钊先生啊，特意关照我们，眼睛不要只放在工厂，还要尽可能发动长兴店机务段、铁路局所有的单位，包括工商业界，还有手工业界。工商，工商业界，他们能站在我们工人这边吗？是啊。葛师傅，咱们眼光要放长远嘛，只有尽可能的把各行各业的人拉进我们的工会，才能让我们的工会尽快的壮大，才能充分发挥我们工会的作用啊。这样工会人员是不是太杂了？是他们能来吗？关键是工会有什么办法吗？先不争这问题。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！哎，好，好。我算完了。嘿，小快手。要不然这邓爷也不能让您给我管着。你不用在这儿恭维我，他是让我在这儿看着你，这点咱俩心知肚明。人在屋檐下，是怎能不低头啊？谢谢你送我那个金镯子。喜欢吗？喜欢，不过下回别送了。还是不喜欢。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不过你放心，咱俩井水不犯河水。哎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咱还是说说账吧，怎么样？跟我想的差不多吧？差多喽。我想多了，算少了。这个月截止到今天，咱们赌局净赚145.61元。哎呦，托您的福啊！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，是掌柜的本事大。哎，别，咱还老规矩啊，邓爷那份咱单拿出来。我都包好了。您还得受累。把我那份分红给我结一下。你要用钱？哎呀，城东孙掌柜那宅子，我看上了。哎，掌柜的，您稍等，我给您赶车去，快点。哎，怪冷的。哎呀，先生。哎。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信上的地址是在哪儿啊？王卢桥，康本善。这王世秋从法国寄来的信，信上这俩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找我算找对人了。哎，王卢桥，我兄弟。康本善，我是他爸爸。哦，是吗？那太巧了。我得谢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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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！那我走了，哎哎，再见，谢谢，谢谢。玉兰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冉秋从法国来信了，真的？快打开看看。王卢桥啊，咱爸啊。哎，咱这么打开不合适吧？啊，
赶紧给爸送去吧，啊！不对呀，怎么了？信是顺子让人带过来的，只有这一封，冉秋就没给本善写一封？